有预感，之前在木光一拆的，时隔一年它居然涨价了，涨了5大，万一拆出这高岗位，嘿嘿，那不就赚了吗？先把配的 AR 卡都拿出来，一下升级5张紫月，加上之前的6张，8达了，看看吧，能不能拆到更好的 SGR？ 撤了吧你，恶作剧组合，之前的可动效果没现在好呀，让我盖个好卡是啥？云宝鱼卡，开封红啊！第二把 HR 立体卡，美宝必注意着，上海萨萨必齐。不过我之前抽到过了。第三把小可爱的格斗卡，怎么还有空包？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帅气小云宝，拉我卡了。柔柔也是没有的。第五把柔柔复活节彩蛋卡。完了，又啥也没有。SGR 在哪里？没想到可动卡种类还挺多。不对，这张怎么就4张普卡？哎呀，在下面压着了。妈的，没有惊喜。我有好卡，今天是柔柔手呀，空了。第八吧，又是张没有的可动卡，这也来卡位了。SSR 梦魇之月，还是我没有的。再接再厉，刚说完就重复，不是吧？自备也重复，第十把可能卡也开始重复了。还好这张鱼卡多多益善呀。11把可爱小皮鞋，哎呦 UR 加 R。 12把这张还挺好看的，不是吧？连续来3张就被好卡了吗？好家伙，1张没有。14把又没有，看我深知一点，贴近宝宝鱼卡，好不容易来找卡位，可惜我有了。16把可能卡倒是基本没成复，完了又空，来一张好卡吧。银宝就是两个爱心小家子，今天乌气不行呀。18包了，我天，破灭之牙，可再来张不常见的，拿个卡博必须不好，剩下2包一起占，真的中了吧你？2张可能卡都来过了，让我看看好卡在哪里。1张没有啊，不过虽然没有 SGR， 这几张绝版卡也不错。改天你去买个好卡子装进去，是不是？想把家族又添新成员。